狐狸哥哥，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吧？猜对了，我就让你给我打辅助。嗯。宝贝，你真聪明。上次玩百里，很多人评论我是百里坑爹，哎，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新射手伽罗出场。顾瑶王子，跟紧点哦。嗯。没事儿，我为国伽罗带你飞就行了。回到地底下去吧。啊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别问，问就是顾里太菜。咦，顾瑶王子啊，好油腻啊！好家伙，十个阎王九个渣，韩信果然上钩了。哎，可怜我一个人。一个抠脚大汉骑着另一个壮汉，两人还真走一路了，看来有好戏看。接下来这是我和队友，他们俩。What？我看着韩信的小脑瓜子，一定是色平头，必须拆穿这个抠脚大汉。哦，韩信最后的倔强。我看你的小奶刀，小奶袋瓜一定是要混的潮，小小年纪说下无敌神明超人你。哈，干得漂亮。Nice。哎呦，退了呀。看来韩信这孩子被吓得不轻啊，估计出去就抑郁了。是不是我和顾里做的太过分了呀？